如何修正 HP Color LaserJet Enterprise 多功能事务机的三一点一三点 XX 卡纸错误？取出文件禁止器出纸组件中的任何纸张，抓住文件禁止器护盖边缘并轻轻抬起，以打开文件禁止器护盖。取出文件禁止器禁止区域中的任何卡纸。 关上文件静止器护盖，抬起扫描器玻璃板护盖，并检查静止路径的下侧，取出任何卡纸。关上扫描器玻璃板护盖，再次打开文件静止器护盖以清洁滚筒。松开蓝色的锁定臂，放下组件，将取纸和静止滚筒组件滑到左侧。 然后将其从文件静止器拉出并卸下，抬起滚筒护盖，然后将滚筒滑向印表机的前端并卸下。若要清洁滚筒，请准备好下列物品：无棉絮布料和清水。用水稍微沾湿布料，并挤掉多余的水分。使用此布料清洁滚筒。在文件静止器中重新安装滚筒。 关上文件静止器护盖。在 HP Support YouTube 频道上找到更多有效视讯。